你是会向啊，袂向啦。嗯啊，挽叶啊，唔是挽这根。嗯个哦，哦，啊你嘛真牛。起头起尾啊。啊，你敢不知这芹菜安怎挽啊？我阿妈有教我教，叶啊甲挽掉，摕去哦，厨房切一株一株一株。安尼哦，啊你敢有食这芹菜？啊，你敢爱食？你食你食你食，我看你食我看。你知咧？那规工拢无看人哈、啊？哎、欸，你那是你讲的，我那有可能比你较清楚。恁西去倒，你唔知哦、喔？你你问阿婆。我嘛唔知，我规工无看着伊，敢有可能伫强的？该找的所在我拢去找过啊，啊，你丢白阿遐我冇去呢。哎，好啦，来啦，我替你敲电话啦。你是完了，恁翁哦，甲阿肥同款，找无路转来哦。我找有路转来。电话我会晓家己卡啦。我是咧惊讲哦，伊若是拄好在无闲，我就莫甲吵。哦。欸，啊是讲，最近我常常看阮婿安尼虚咧咧，你是毋是跋咪？该操伤忝啊！伊才会挡袂牢安尼闭起来。是你别讲啥啦！你个嘴哦，我怎会跟你听起来哦？哎、欸，你到底在讲同款的话呢？真正是阿妈某呢。我知啊，我知影，拢是厉害啊！你无代无志，定迄什么生活公约啊？你还知影阮婿什么大人物呢？哈，拢是人听伊的，哪有人敢叫伊做啥啦？哎，一定是安尼哦，才会挡袂牢的啦。所以，伊真正生气啊？应该是心累，心痛，心痛来啊！天使小姐，你是咧讲啥啦？心累啦，唔是心痛，大家想心痛。哦，那是有查甫人哦，感觉着心累，伊是离开的哦。嗯，这句话讲了正确。因为我知影你今麦的心情，因为你嘛是心累咧。唉，是啊，你妈确实有影。你知我知啦，因为你对地官拢是用应付的，不管你伫遐累累累。无啦，我风格敢是迄种会去应付查某囡仔的人啊？我的艰苦，迄是因为，迄是因为地官伊妈有来找我啦。明珠伊安奈来找你？啊，就地官已经甲伊妈讲，阮两个的代志啊。哎呦，你就应该打电话给我，我可以替你讲话啊！好啦，明珠姨啊，就介意风格哟。你无听人讲一句话吗？丈母娘看女婿，这是越看越有气。你来咧胡白讲啦，你哦啊，谁不知道你的心机啦哈？你就想要趁这个机会去你的心痛啦，再给我个礼官。来啊，礼官，是恁姐。啊，无恁讲啦，我阁有代志爱无闲啊。我对待来款要用应付的吼。啊，你若看到恁西哦，就讲我伫咧厝里等你哈。我先来等哦，先别行。先，拜拜。先行。来款来，吃坐啦，来款。我对，你妈有来找我。是啊，我妈来找你，爱跟我讲啥？无啦，伊就跟我开讲啊，阿妈有讲到迄野餐，伊想要跟咱做伙去啦。你有问妈看我的愿望清单？你来当出卖我？无啦，我唔是出卖你啦。啊，你嘛知影我这个人哦，对老大人一向拢是真老实的啊，所以我就甲我即马是迄跟生人，啊，佮有伫咧驾驶的这代志，我全部拢讲出来。
你是有无想要跟我做伙，才甲我妈讲迄代志？我拢无。你想要让伊讨厌我？我也无迄个意思啦，我是伊哦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也白讲啦，你创啥啦？啊，不过明珠伊无生气，看是你假意思。你得走啦，你有事咧哦。伊真正无生气。应该是无啦，啊无你就倒去问伊看卖啊。啊，你今仔日找我什么代志啊？我本底是要来甲你讨论看卖，要怎甲我妈讲。啊，不过我看嘛免啊。我吃对个馒头啊！好啦，啊那呢，伊要跟咱做一起野餐，够方便啊。嗯，加一个电灯泡，那有可能方便。我再去想看卖啦，我先回去啊。好。啊，阿官啊，看安怎甲我讲哦吼。阿飞啊，你啊哦，哪个袂讲话，我甲你个嘴听起来哦。你要听我的嘴，我是甲你个嘴听起来啊。内关的代志我甲你处理，你嘛袂插嘴，听得无？我是来甲你滚斗三工，甲你一点关系拢无。吼吼，讲好听，你是甲你家己斗三工啦啊！拜托一个好无，这么好的查某囡仔哈，爱你哦，你就让偷笑，你目睭是糊着啦吧？免看清楚。嗯，我跟你讲过，我的心内感觉有心痛，我别人我是看袂着，你听无你啦哈？心痛已经无介意，因为你已经。out， 好，你继续袂讲啊，你咬好，来，我甲你嘴舔起来。Double out， 甲你嘴舔起来，安那，嘿嘿嘿嘿，咩，奇遇大头，奇遇大头，奇遇大头啦，害死人他。你是走对去啊？我是要打电话找你尔，走去找你啦，规工拢看无你啦。今麦不是看到我。先啊，我听讲你昨昏睏无好。这个节目，歹势啦，啊你敢会心情无好？袂啦，我只是想要知影讲你是安怎会睏无好。啊，就之前一人睏睏惯势啊，今麦身躯边加一个人我。感觉怪怪。啊，那安尼，咱是毋是莫睏做伙较好？当然嘛，爱睏做伙，咱就是一直睏，一直睏，睏到大家惯习为止。对啦，迄生活公约哦，你若想要遵守就遵守，啊，若无想要遵守，迄嘛不要紧哦，你着照你的习惯，看你要哪过生活就过生活。喜欢一个人，会想要为迄个人改变，你着愿意让步啊，我当然嘛应该配合你的习惯。啊！你敢会感觉我的生活就无聊的？没有，早睡早起，身体好。欸，我感觉最近我身体袂歹。这你配合哦？好啊，安尼以后你就跟我赶快较早起来，啊，咱做伙去运动，安尼咱身体就会足好诶。那是想要生一两个啊，应该都无问题啊。生活公约里面敢有这条？我知，要是为即马开始，你要加这条按表操课。哎呦，你知影我咧讲啥？你敢真正真想要提囡仔？那是有当然上好啦，啊，那是无，这嘛无法度勉强。好，我知影。你知影啥？你若是要按表操课，我一定全力配合。我赢他们了！啊！食饭啦！你买啥？炒饭。饭，食炒饭。啊对啦，迄边注意哦，敢若知影许金峰甲丽君的代志呢？今仔日有去林嘉宾找许金峰。遐尼紧啊！金峰这个烦恼，明珠伊要找伊，因讲了安怎？后来丽君来啊，我就派细哥问啊。啊，不过我听阿肥讲哦，迄边注意敢若真介意许金峰呢。伊无反对。嗯啊。我嘛感觉足奇怪啊，竟然会介意许金峰，敢会是阿肥因误会啊？哇，还是会找一个时间去了解一下。看我，我再来问金峰。要吃饭啊？吃饭。来，我跟你讲，以后我会尽量陪你吃暗顿。这不是规定哦，你随意就好啊啦。
对啦，啊，你今仔几工是咧无闲啥哈？我找着三间咖啡厅的店面啦，啊，逐位哦，我拢去甲徛者，看附近倒一位人较济啊，做参考。你若无就我做去啦。我元首人唔肯帮我煞，我若是一个人去拄到伊，我阁有材料用。拍袂赢，我就浪讲。你若跟着我是无比，我绝对是卡巴免得走。我若伫个，看到你拄着危险，我就会当随报警啊。我无可能让你为了我来冒险，留伫厝里上安全。我无可能放你一个人啊，安尼我袂安心。这点一定要听我的啦。即摆我的生活公约加一条变两条。就问一下，你生活公约到底有几条哈？你敢袂当做一概讲？收着再跟你讲。即摆先吃吧。要开始啊。免，我家己食。可以当安尼，讲要加就加。当然咯。安怎的心，予咱斗阵相带，思念的你。